Hello，大家好，我是 Peter。现在不是火警，也不是一氧化碳探测器报名，我们现在在做一个检查，做一个 test。入冬之前，我们必须保证这个一氧化碳探测器还有火警报警探测器能够正常工作，确保房子里面所有的人都能够安全过冬。这是一个 fire alarm。Fire alarm 或者是 carbon monoxide alarm，它都有一个有效期，在这个旁边或者是背面，我们必须要检查这个是否是在一个有效的使用期内。我们先看一下，像这个很清楚，这里写着 replaced by 2029。2009年必须把它更换，在旁边。那也就是说，现在是在一个有效的使用期内，那确认这个东西是有效的，然后我们把这个电池把它更换，把它打开，把旧的电池拿出来。这个是一个9伏的电池，同样我们要把一个新的9伏的相同的电池。把它按照正负的位置装进去，把它盖上，然后做一个测试。那这个测试显示这个灯是亮的，并且呢声音是正常的，也就是说这个电池可以有效工作。这个 fire alarm 或者是 carbon monoxide alarm，也就是说可以维持。那现在还有一个新的 technology，有部分的型号，这些 fire alarm 或者是 carbon monoxide alarm 是不需要用交流电的，它直接的可以使用内置的电池维持10年的工作时间，不需要做任何的更换，但是必须每年都要做测试，按照使用的说明书。这个是必不可少的。那今天就让大家知道冬天的时候我们必须要做的事情。这个是关系到你家里的所有人的安全。谢谢大家。